要看了，三十撇看也来看嘛。对于如果就是安迪目标，就去我看那时候三十撇看也来嘛，喏，去我看你啊叫了路挖看也来嘛，喏，路没少，阿拉说买对啊撇大不？本身人多了嘛，对面人来撇的，过来撇的，所以对啥没习惯呢？这个路过嘛，过撇的，所以呢，他玩的密码了，妹妹。他都话路灯路太大，路的路呗，过不个看人卡吧嘞。他们来过，等他从住宅来去嘛，路没有撇看呀，说玩弄玩的密码不呢？